他因上古伏羲、神农、皇帝这三位帝王而得名。师傅是王福全。三皇炮锤就是如此，它的套路短小精悍，没有什么高难动作，看似粗拳笨腿，内涵却细微精深。这是在干什么？是练气功吗？不错，是气功，但更重要的却是练拳。 然而，练拳怎么会没有套路，只站在那里伸伸胳膊、晃晃身体呢？一般先练放松，再练松紧的转换，以达到二者有机的协调。作为旁观。